天我们挑战网红奇妙好开箱，这些全都是我的网红朋友们送的，据说里面有惊喜，那我赶紧来看看究竟有什么惊喜。宝子们老规矩，先来给我点个小红心，分点好运。这个是阿鱼给我的，这是个啥惊喜啊？不就是个长得丑的被子吗？还有啥特别的？我们来倒水看看，这是给我的惊喜，这是惊吓吧？啥？这竟然是个氮气喷嚏器！不早说，你也没问，打个蛋试试。这个有点像，我是不会告诉你像什么的。这一个是豆包给我的，这到底是支笔还是相机呀？这里有个卡槽，这个东西真的能拍照吗？竟然真的可以拍照，来拍照试试。怎么看照片呀？我来搜一下，本产品只具备闪光灯功能，不能拍照，不能拍照，那不就是玩具吗？我也没说它是相机。这一个是小鹿给的，这啥呀？彩色腕带吗？纸手表，这手表还是纸做的吗？我看说明书上说这个手表还能防水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哎，怎么不亮了呀？说好的防水呢？那也不能防洪水呀。家人们，你们说这些东西是惊喜吗？觉得是的扣一，不是的就点个小红心。